中部的经济今嘛当前为了因应市场人才需要，台中代理有一间高中的成立中部的经营科，大家收正读。经过三档的学习，学校这日讲嘛规划第一届毕业成果展，即包括猫啦、狗的美容啦、刺绣啊、佚佗物啊、水族养殖，甲一款的昆虫饲养等等，和现场美术是一场中部的嘉年华，同款正闹热。好，为了培育这专业的中部教学人才，两档前特别成立这个中部的经营科，聘请业界老师去学校去教教，我嘛讲好，这学生毕业后佫较有市场的竞争力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